主题，并以台南鹿耳门象征祈福平安的一股旗、五彩带、长腰扇及深绿特色的佛节伞，来展现台湾民间喜庆节日中欢乐喜庆祈福的景象与氛围，让台湾灯会再展活力。我们现场朋友们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。长官，好，精彩的。有了有了。
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的是来自于日本的团队，这是来自于日本三重县安。